夫妇干事帮你试一试。你刚在干嘛？我刚扫尿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试穿的这个衣服呢，购买的地点非常特别哦。我们之前都在淘宝，在其他的网路上。这个是在哪里？是在世新大学，叫做世新小二货上面买的哦。给我啦。我们要现在打开它咯。好高呢，好高。哦，来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 ？Day and night。Day and night 是牙膏。然后一样是幽默穿黑色，你要不要尝试穿白色？比较臃肿，我不要。下一步，如果你赢了就穿黑色。好，剪刀石头，快点啊！一下，你穿快点。剪刀石头布，布耶！我赢了就穿黑色，拜拜。本期试穿完毕了，我们首先欢迎李欧。我不是李欧，他在看我同游。包青天，铁面无私。对，哎，这衣服真的很特别。你看它上面这个是月，因为我是 night， 我是太阳。哎，我们要站这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day and night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一集的一个特辑，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就要马上把衣服交换过来，看到底是不是适合哦。来，这套逼我穿白色，试看啊，帮我换一下。你很难脱，那你帮我脱。白色我看起来会很肿。先出两步。很好看呢、啊，很好看呢、啊。快摆出你最时尚的 pose 来，第一个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好的，你要给我们几次？我觉得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情侣买皮衣 T 有个好处，就是你买一套或两件新的衣服。你买一套，对，就是你买一套情侣装，一个人会多两件衣服可以选择，有点难懂。好，对，就是虽然我穿白色可能有点挤，那我现在很认真在减肥了，不是减肥啦，就是让自己的身材回到就是 BMI 的标准体重，耶、yeah! ！谢谢这件衣服的提供的那个卖的那个。这个这件衣服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换短。好。那告诉大家，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健身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试穿就到这里完毕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不可以是下周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如果有下周的话啦，还是要请大家提供衣服给我们哦，不然我们不一定会有下周。或者是一些减肥药之类的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